拉比吗？还是什么？拉比吗？还是什么？拉比，拉比。三亚币，亚币，亚币。三枪。巴达。你们叫巴拉。巴拉。巴拉。那个会不会讲穿山甲白鼻心？不会、啊。就比较难哈。因为我太长了，我们。没有那个老师说那个很长的，老师念的时候他差点说他自己不会。你们以后用那个手来看这边。以后去用手机大量的去拍长辈老人家的母语自学，好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问说，欠揍怎么讲啊？嗯啊，跨下面跨，或是台语讲跨沙小，去问那个活，看这边，叔叔不是教坏话，是去拍那个活泼的流行用语，懂不懂？有时候会斗嘴嘛，开玩笑，哦。那个，比方说，你大哥是我大，嗯，你大还是我大？哦，但现在不是有个歌手叫大鸡，你可以去问八爷说，八爷大鸡怎么讲？德鲁话大鸡怎么讲？大只啊，就大只，嗯。比方说就派，很凶怎么讲？来用什么学母语比较快？这个，讲一次。手机，录音。录下来是不是可以一直重复听？这样学母语有没有很简单？对啊。有没有听懂？有。懂哈？嗯。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？我觉得是那子。我觉得是。我觉得有三个，有三个。很多个，比他们都强的是谁？啊，我知道，我去金，我第一次读金美，第一任母语老师。哇。一口。等一下哦，陈凯龙或尤美。错，比他们都强。那什么意思啊？那个100岁、90岁的是谁？阿公阿嬷。对，是不是很多？八亿。对，是不是都比他们强？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所有的大学国外的记者都要跑去问部落的老人，像东华大学、台大的教授都要到部落问老人，他们去学校教，是请教这些老人，懂吗？哦，知道。懂哈，所以最厉害的是部落的老人，你们就是不是天天都可以拍？懂哈？都拍了。老人家以后会走光光，现在赶快拍哦。嗯。有吗？哪一种走光光？会去见上帝啊。哦，我也是另外。要帮他把母语跟回忆拍下来留住啊，以后传给。我也是另外一种走光光。嗯。哪一种走光光？就是你说走光啊？就例如我们就是。你说修哥肉嘛？聚会，然后大家离开啊，走光光啊，大家走光光，只剩一些后辈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！你们会不会 B-box？ 不会，随便来一点，快点，一定会。你那个盖起来就是会的样子啊。来，先等一下，讲一次阿卡贝拉。阿卡贝拉，他就是一起 B-box。阿卡贝拉，你们随便乱和，快点。找一首歌乱和嘛，比方说《爱你》啦。嗯。你们流行歌哪一首？你唱爱你以后，然后他们 B box， 我不要唱，哼曲子嘛。你们会唱哪一首歌？快点。小心，如果可以。好，那就一起唱，预备，开始。看镜头唱。看镜头唱。继续哦。任，继续唱，就可以，小心运来。等一下，我换那个哈。